月，收撇，向下垂直。横着勾，横画细，到蹲下，向下垂直行笔。顿笔，勾出去，横画。这间距要小，基本均等，下面空间要大，上紧下松，月字不要写太宽，实，横要长，由轻到重，左的又高。竖，用悬针竖，顿一下，向下垂直。把笔慢慢提起来变尖，两笔完成撇折。第一个撇折要短小一点，第二个撇折稍微大一点。注意，这个方向向右下，这个往右上方。点间距基本相等，横撇，注意不要写太长。捺笔向右下方伸展，两点尽量往上面靠。第一个点要稍微小一点，下面的点稍微大点，突出的捺笔向右伸展，横要短一点，左低高，竖勾要长，在横画中间偏右，勾出去要短一点，撇气不要靠上，不要太长。横画左边长，右边短，竖勾上面出头，短下面要长一点，撇，由重到轻，由轻到重这个笔画，两点，尽量往上面靠，要有大小的变化。